组合屋建材运抵离港合堤的公园，虽然下着雨，但施工人员一心挂念着要赶得及。在外面吃高音，所以确定会加班到这里来这里设计啊，你啦。组合屋将担任屏东县离港筛检屋的重任。6月1号下午1点施工，团队不畏雨势，入夜继续搭建，当天夜里12点就完工。12小时内完工，让原本准备要来做相机的志工临时更换任务。在我的营建处，安尼卡手也好，安尼昨要来勘察尔，因昨暝就做较好啊，所以阮准备遐嘛拢无用到呢，来甲关心者，嘛是讲四颗连灯下座位来甲清清的。仔细把里里外外都清洁了一次，为防疫做后盾的心依然好欢喜。而公园一夜间多了筛检屋，民众又惊又喜。谢谢你们用心，对对对。筛检屋火速完工，捐赠移交给屏东县政府。做这个样子合不合用，还是你们？当然非常非常感谢啊，非常感谢。我们的需求你们都有想到，都有照顾到。未来可能到社区扩大的部分，先做的这样的一个预布机制，更希望的是透过这样的机制。来呼吁所有的乡亲，大家也是要提高警觉。慈济基金会与志工同心，12小时内打造筛检屋，要成为县府防疫的支持力量。大爱新闻曾善美志工戴敦仁屏东报道。